动画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魔尊，你这是？聂初音，快去找几个魔族人给我吸食。魔族的人？还不快去！是。魔君，魔君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？出事了，魔尊他。拜见魔尊。拜见魔尊。魔尊，你如此大动干戈，如何可以瞒住众人？这区区十几个废物，怎够本尊享用？是啊，魔尊你法力无边，但是为了让你恢复功力，我族怕是所剩无几，如何与神族对抗？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？属下知错，属下不敢。魔尊威武，天地不惧，是我族无上的荣光。妙意渊不断加强，我要尽快拿到血泪。从今日起，每日运送百名魔族弟子供我吸食，不得有误。百名魔族弟子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魔君，一连几日，魔尊为了吸收功力，天天折损百名弟子。属下怕如此下去，魔族就要灭族了。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但魔尊金口一开，如若我不执行，只怕是连我这条命也没了。魔君恕罪，请容属下说句不敬的话。恕你无罪，说吧。以属下之见，魔尊一意孤行，怕是魔君的心愿，魔尊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你的意思是？如若魔尊如此下去，魔族的根基不在，万一届时神魔大战，或者魔尊血性大发，我们倒不如从外族人下手，骗得人手攻击魔尊，这样还能保得我魔族一时周全。